水母，不过是它好吃呢。我今天穿那个叉裤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我下去了啊，大哥你在上面拍。哇，这水好深，就在那，就在那。哇，这只好大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看这只透明的耶，它在游耶，好漂亮。哇，这只好大耶，我要把它放到我的桶里面，再回去。哇哇哇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哇，收了耶，太危险了。推着潮的，我先上去哦。哎，红雷，这个在水里面怎么这个不大稳了、啊、Come on the way。 哎呀，你起来吧，你在这里还占我位置，我过不去。啊，哎哎，哇塞，这个可以，那水母是真可以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水母好大，好久没捡到这么大的大水母了。哇塞，晶莹剔透的，跟大凉粉似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可以哦，这个皮好大，这一张，这海的这个皮，我要拿出我这个百宝箱里面的小刀，划开来看看。我用这个刀把它切开看看，感觉切这个东西特别的解压。你看，哇，好丝滑呀！你能过来吧？你能走两步往那拍吧？你能动在这拍吧？拍不开，怎么就拍不开了？你不是让我开吗？这边再来一刀。哇塞，感觉好过瘾啊，这个手感很不错。哦呦嘿，这个没切断。哇塞，这个好活呀，你看这底下，回家直接切开吃就好了，回家直接凉拌，这也太鲜了，很鲜脆。还得给它划开。哇，这不错，看，跟大水晶洞似的，看，哇塞，怎么样？像不像那个冰粉啊？感觉怎么样？想不想吃一口？看看那种，哇，形容不上来，就感觉好漂亮，切的时候特别的解压。来带着，回家直接这一个就是一盘。这个海蜇脑到时候炖个豆腐也很好吃的。哦，海蜇爪，这个海蜇头，这是啊，这是最脆的部位，也是最贵的部位。来，收了啊，上货，把它放到里面，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了，一会儿潮水把我冲下去。先上来，这边这个水坑底下看，哇塞，有鲍鱼，好多鲍鱼都翻过来了，看这啥情况，这上面都吸着这么多鲍鱼，哇，好漂亮，也好吃，好美味，好肥美的样子，怎么样？看这个肉，都是哎，都吸在这旁边，这一些得一二十个，哇！鲍鱼家族上货，这里下直接抓了，哇，毫不客气的，这一抓就是一串呢。收了它，哇，抓不过来了，我这手太小了。这是又一盆，五六个，收它，继续啊！哇塞，这里面都是，哦哟嘿，又一些。收了，这都很肥，这几个，那边还有一只，我没拿住，主要是我手太小了。哇，收！我看这个石壁上，这些都是海螺卵，这就是蜡螺的卵啊。蜡螺的卵是这种红色的，这底下都是。等浮出来以后，这密密麻麻的这一墙上啊，都是螺，那会很过瘾。我在这边这个教室区这一片区，发现好多这个鱼群啊，都是这个黑头鱼，哎，个头还不错的。哇塞，这今天这发财的节奏，哎，游了，啊、哦，个头还不错，这下面还有，哎嘿，又一条，我喜欢这样子抓鱼，太快乐了，哎嘿，又一条，那边，石块这底下，我悄悄的摁住它，来了，上货，这又一条，怎么样？放我桶里面，这边一下子两条哎。两条很轻易，哇，这是三条，看，这还一条，一条一条的抓了，哎，游了，哇，这边游过来了，这一只，嘿，这只太欢快了，哎嘿，拿住了，又一只，刚刚哦，这底下还有一只，啊、哦、嘿，哇，怎么样，又上货了，太过瘾了。得七八条，这一下五六了。我再看看，今
看见这个赶海简直是太酸爽了，好热的天啊，收获了不少的这个鱼，感觉还不错呢。然后一个海蜇，一些鲍鱼，不错不错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咯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是海葡萄吗？哦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，今天又来赶海了。看这后面，这正在接着潮的。今天早起啊，这个天气就雾蒙蒙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走吧，咱们下去看看。看这边。这边我捡到了一个漂流瓶，哎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什么瓶子呀？酒瓶子。看瓶子是泸州老窖。带出去吧，可能是海洋污染，并不是喷。我还以为是我粉丝给我写的远方来的信呢，误会了。看看，前面有水母，哎，前面有两只，看，两只，哎，过来，快过来。哇，这个季节真的是水母泛滥了，基本上到海边都能找到，大家可以来赶海啊，这东西随便捡，我们这边人都不稀罕，可能也不贵，不值钱吧。夏天就是夜里的时候，沙滩旁边都是，但是把它腌制好啊，拌成凉菜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头不小哦，你看这个脚都掉了，看这海蜇腿瘦了。哇，这边这一只，看这只大，这海蜇皮都展开了，这只是可以，跟个大果冻似的。来来来，哇，这个脚也很完好，漂亮吗？书，只不过这只下面有毒哦，就是辣到手的话会很疼。噔噔，又一只，来着啊，就这玩意儿太重了，放桶里面，这两只得20-30斤，我得一路不断的拎着它们。哦，全当减肥了，走吧。咦，这前面是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海葡萄吗？哦哟，这是啥情况？我在海边捡到海葡萄了。啊，这边还一串，这一串还掉了几颗。这赶海能赶到水果，这也是很离谱。这会不会是大海里的葡萄啊？啊？什么？这不是海葡萄。那是什么？是海蹄子。啊、哦，你拿个吃吃。嗯。吃吃啊，能吃吗？能吃吗？能吃，应该真咸。咸。咸吗？能吃吗？能吃，拿回炒韭菜更好吃。甜的，拿个游客辣着的吧。啊，那个皮都好咸啊。带着吧，回家洗一洗，摆上一盘当水果吃。要不要这个？不要了吧，太离谱了。这不过这一串挺好的。现在旅游旺季，可能是那游客啊，游客落着的，可能往回走的时候掉了这一串，不要了吧，喂小鱼吧。那海鲜过来就让小鱼、小螃蟹吃。走走走，那个不要了，水果咱自己买。这边这个石块咱翻翻看啊，这最近没抓到八爪鱼，看看有没有下面有没有货。天气热了，这海鲜都不爱出没了。这没有哎，哎呦，这边。这边有一只螃蟹，看到没有？嘿，这是个花盖，嘿，出来，个头不错的啊、哦，收了收了。这边，这底下也是一只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两只一对，你看，这边一只，嘿，我、哦、哟，好凶啊！这小家伙还挺凶，快出来，回家给你做个香辣蟹。哦哟，那只也刀啊！快来，那只很厉害呀、啊，你很厉害呀、啊，小花盖啊！收，这些地方有没有啊？哎，这边这只大，好大！哦呦呼，这只可都是真可以啊，好大！收了哦，这是公的。啊，这边这个水坑里有鱼，你看这一对小黑藤。哎呦嘿！这只可以啊、哦，来放桶里面。哎嘿，这边一只，哎嘿，这有啥啥的，不知道逃跑。看，天气热的，个头还不错，回家红烧、清蒸都可以。收。哇，这边那个石块底下还藏了一只，这是一只隐藏款。拦住它啊！哎嘿，哎嘿，挣扎。哎嘿，一只跑了，在这，这只还会跑。哎呀，来吧，小家伙，看这只，不错啊、哦。
熟了，挺活的这些。看咱今天的收获，收获了一些鱼，然后一些螃蟹，收获的还不错。这最近海蜇真是太多了，家里特别的多。喜欢吃海蜇的朋友们来我家啊，我请你吃到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喽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